個係我哋出去咧，我冇諗過嘅，因為我就係掛住咧，即係大家知道就係、是、嗰、那個西島秀俊嘅老婆呢一點，即係我好遲鈍喺度同大家分享本人嗰個遲鈍，即係對感情嗰個遲鈍。咁就西島秀俊嘅老婆咧係好中意一路做愛一路講寫佢講佢寫嘅小説出嚟嘅咁樣。咁跟住咧嗰日，但係因為啊，咁佢應該寫咗個好好嘅小説嘅，佢其實寫咗好好小説，但係咧嗰時西島咧就已經即係家福咧已經發現咗佢同第二個男人係有上床嘅，所以佢一路做愛嘅時候其實佢進入唔到啦，咁佢聽唔到，即係瞓著咗咧，唔記得咗個內容，或者係佢刻意唔講翻俾佢老婆。係唔知道係邊樣，咁跟住個老婆就話：哦，咁啊唔記得真係唔重要啦，咁樣咁跟住咧就，所以佢以為呢個小説係冇結尾嘅，係冇結尾。但因為下一幕佢老婆已經死啦嘛，係啦，已經死了。但係原來江田將生嘅角色佢可以講到好長篇。好長篇，即譬如係嗰咁長篇咧，本來只係得咁，係啊，佢好，跟住佢哋只係得咁，佢好驚，跟住佢哋嗰個點解你同阿家福講係講咁多，但係你同阿江田將生講？那個時間的長度，本來就是因為由於只是留意那個女性很性感，就是說、哎、她只是那你其實 get 到這個 message 她說了之後我才 get 到、啊、哇你好那跟著她還有那大家明不明白有沒有人是不明白的不明白可以問、那個、有沒有人是不明白的、那個、不明白可以問、啊、那段故事其實是就是江田將生的車上跟家福說其實那個故事未完的有後續的講了一大堆然後最後呢看著她說讲个故事啊，系啊，个故事入面个主角就望住个闭路电视讲，嗰、那个人系我杀噶，嗰、那个人系我杀噶，嗰、那个人系我杀噶，咁其实系同翻西岛秀俊讲，你老婆系我搞噶，你老婆系我搞噶，你好系我搞你老婆，冇咁恐怖，佢摆明系讲呢样嘢，佢个眼神完全系讲呢样嘢，系啊，我俾绿帽你戴，唔系喎，唔系喎，应该话你老婆临死之前。是跟我搞的你老婆臨死之前是跟我好過是他是說這件事不是好過是很緊很緊不是沒說很緊你老婆臨你臨但當然我們用善良的想法就是江田將生的角色就是他自己無限延長那件事咯取得個優越感咯即是他自己寫的故事其他導演我就不敢說奔口龍介我覺得他一定是做一個這麼仆街的角色他一定覺得江田將生就是是啊我是搞了你老婆啊。不是你們男性太強了。重要我知道那個劇情還長過你啊。那個劇情是。你不知道啊男性就是喜歡比較長短啊很 complicated 的。因為我是只是想到先後次序沒有理解到那個長短時間。你真是太天真了。沒理解因為。重点不是时间长短、啊，重点是时间长短、啊，是时间短啊！故事先讲都系时间长短、啊，所以我哋讲话男性是很 quantitative 就系咁解。男性先讲时间长短、啊，明明已经话咗俾你知佢老婆系咩情况之下先会作古仔，就系、是、高潮紧嘅时候先会一边高潮一边作古仔。唔系、啊、你个古仔就系净系得 part one， 我有 part two、part three、part four。咪住先，我哋想重新翻翻现实世界。如果大家觉得我哋头先咁样讲好放得开嘅，麻烦 like and subscribe 是啊，你要 like 我哋 subscribe， 但即我即呢个就系、是，我想有冇女性观众睇咗系冇呢个问题，所以你就系唔够扑街。你头先话，我哋话奔口龙介就好擅长拍啲扑街，你就系、是啊，其实佢就系、是、系啊，但即我觉得女性系有少少 get 唔到奔口龙介嗰个扑街 ness 嘅。系啊，佢嗰个扑街就系、是、我好善良咁做一啲好扑街嘅嘢，佢真系好扑街。系啊，我屌咗你老婆啊，我屌咗你老婆啊，滚咗三次嗰句，咁咪当口方面咯。你仲猶豫緊啊？我係屌咗你老婆，我係屌咗你老婆，講咗三次，嗰個眼神好凌厲咁望住咧。我係嗰、那個人係我殺嘅，嗰、那個人，因為個故事入面咧就係講話佢望個嗰、那個故，即係嗰個故事中的故事就話佢望住個閉路電視，嚇、啊！我要表白啦，嗰、那個係我殺咗嗰個賊嘅，係我殺咗嗰個賊，即係嗰個係戲中戲。我明啊，我明啊，但係即係我剔嗰件事冇咁。competitive 我即係嗰件事，唔係冇咁 competitive， 冇咁 competitive， 冇咁競爭性。佢特登要喺架車度講呢個故仔，嗰個車就係一個你諗下俾一個超長嘅鏡頭俾佢喎，嗰、那
嗰、那個係嗰段戲好長，唔係只係告白啫嘛，就係話我同你老婆有關係咯。即係我第一集冇估，有冇思考到咁長？我只係諗話，即係你搞完你之後，你同你搞完你唔你唔夠鼓勵佢創作，咁所以佢後來就同我我就鼓勵佢創作多啲啦。我睇到嗰個係咁，我完全係咁。佢、哦、嗰句佢嗰句好挑人喎、哦，佢第一句係話。但我知道的故事，嗰对系嗰对系有，嗰对系有，还有后续。系啊，而更重在意系阿江田将生角色系，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啲咩啊？嗰样嘢啊，系你讲嘅嗰个故事，我知啊，但我知道啲你唔知道嘅嘢，呢个摆明就系、是、你好大顶帽噶啦，系啊，咁系好大顶帽，咁其实系想讲顶帽嘅，咁但我估唔到系有一个。即係長度，奔口龍繼就係一個好善良嘅人，即係佢將啲良嘅撲街，將啲撲街拍得好善良。你諗到咩？嗱，唔敢認，係你兩個冚家鏟咋？我哋喺鏡頭前先認嘅就係鏡頭後，我哋覺得自己嚇講呢啲嘅咩？係咩？點解咧？好多人原來好多人留言啊，好多人留言啊，中間有啲位。邊中間嗰位話你似肥版朱孝天啊？係我啊嘛，肥版朱孝天。咁即係 F4 咯，咁咪 OK 喎。係啊 ，OK 喎。長咁多笑到我死啊！你都 Aurora 都諗到 Aurora 係個好純情嘅，即係個即係文學少女高材生嚟㗎。咁、你都諗到係我諗唔到，唔係你純情咯、啊。小峰都諗到，小峰都純情，小峰純情。OK， 我哋而家係啊，跟住即係長咁多笑到我。跟住講係耐啲，今日跟係耐啲，大家都有留意嘅，大家都係有留意啊！就係我冇諗到，即係恍然大悟啊！再音樂證明大家嚟睇 live 都係想睇呢啲啫，明麻煩 like and subscribe 係 like and subscribe 同埋 pay me。如果唔係西島秀俊，佢唔會聽完佢呢個古仔嘅後續之後咁 upset， 佢食支煙，佢咪就係完咗之後到你，我哋一齊食支煙咁樣噶嘛。咁佢其實只係呢個都只係需要食支煙，唔會聽完個古仔，唔會聽完個古仔嘅後半。唔係啊，而我哋成日都留意嗰個兩個男仔，而係嗰個司機係一直都聽曬呢件事。係啊，你知道戴咗帽啦嘛？係我哋食支煙啦。即係原來，但係佢戴咗帽，佢本身就知㗎啦。唔知喎、啊，唔知噶，佢咩啊？冇，佢睇過噶嘛，睇過咩？見唔係，其實係人都知佢代價，即係道理唔知啊嘛。道理唔知有咩問題啫？但係佢最後知啊，唔係到你唔係啊，到你即係因為嗰、那個佢唔係好似你咁天真嘅聽完呢、這個，唔係佢唔知道佢老婆係幾時講古仔噶嘛。唔係啊，有講啊，講咗啦，講咗啦，講咗啦。佢話我哋行房嘅時候，佢就會講古仔，所以我哋會記低佢。係啊，喺呢啲細節，賓客真係冇放過，所以佢 get 到道理咧。聽咗江田俊輔講呢個古，即係講咗呢個之後就，哎呀，係道理嘅人物性格係有轉變咗，即係佢更加 into 啊。阿家福嗰個內部啊，咁都係，咁係好親密嘅，知道呢事。即係本身係，你睇下我真係作人哋天真，人哋 expose 呢個秘密我都唔知啊嚇，係啊，家福先生你唔開心啊咁啊，嚇你唔開心啊？係啊，真係。唔開心咪大家傾訴下咯。係啊，我 get 唔到個比較意識啊，我唔係好同人比較啊。嗰支哀傷的半支煙嗰個咁浪漫。係啊，即係我哋大家一齊有個 grief， 一齊擺支煙喺個嗰個。嗰兩支煙就一個。原來我頂帽戴咗咁耐，咁計嗰陣。然之後我答下你，我知㗎。冇事嘅，明嘅，明嘅。冇事嘅，明嘅。我自己做乜嘢？點解你哋點解一就 get 到啊？好唔開心啊！呢啲真係～男人咯，男人咯，屌你啲咁嘅垃圾，男人咯，你望我，男人讲喺架车入面讲一啲咁样嘅，两个男人架车入面 ，so sexist， 讲自己老婆，喂，系啊，真系好明，就系一定要搭住个膊头，冇事嘅，冇事嘅，冇事嘅，但系一个女仔嚟讲，即系对于即系道理咁样，一个女仔嚟讲又 OK 嘅。冇事嘅，冇事嘅，因为佢唔当佢一个女仔啊嘛，佢系一个。中性，因為喺故事入面，佢個角色設定就一個中性啦，然後唔出聲一個聽，一個聆聽者咁嘅角色噶嘛，咁所以好似俾佢聽咗就冇乜嘢。唉，啲人知道我咁蠢，會唔會唔肯 pay？ 擺明添啊，會唔會唔肯 pay 我哋噶？盡量唔好啊！我所以而家啲人少咗少少，即係少啲人知道我咁蠢啊，係啊，即係唔使咁蠢，跟住即刻想像，即時想像美沙記喺個車嗰個先。咁啊，美沙記冇表情，佢繼續係啊，因為咧，因為班口龍介咧係用嗰個引擎聲咧嚟表達美沙記嘅感覺。係係
即係佢一咧一路咧，江田將生喺度獨白嘅時候咧，佢個配樂就係個引擎聲。美沙記係故作鎮定咁樣轉波，轉波個波棍係冇聲嘅，慢慢嗰、那個、那個轉速加快。咁樣樣，即係佢係美沙記嗰個故作鎮定係好緊要。係啊，所以話《奔腾龙界》係即係佢。當然他拍電影是充滿野心啦，佢即係喺國際影壇啊，或者他想挑戰，我都覺得那個野心是緊好大好大。佢係就係嚟攞獎啊！我就是來攞獎的，唔單止係攞獎，我而家呢個時代是我的啦。係但我覺得佢唔只是一個大野心，佢幾多歲？佢42，佢嗰啲細心的位咧係，佢細心的位係令你覺得哇，連呢些位置你都。可以處理得咁細膩，你真係一個好厲害嘅人。例如咧，例如咧，例如呢個講頂帽嗰個啦，即係戴帽嗰個講故仔嗰段啦，食煙嗰個故，即係道理食煙嗰件事，佢係 keep 住拎住個煙灰袋噶嘛。咁然後係嗰一下咧，就係、是、你唔開心，唉、好啦，我哋一齊食支煙啦。係啊，佢嗰一下咧係一個即係個小小的放縱咁樣。咁、即係嗰啲呢啲細節嘅話，其實佢係做得真係幾好嘅。好像冇乜特別咁，但係答落咧又覺得唔係啊！佢其實係真係講到一啲情感的改變啊，或者一個關係嘅改變。係，即係佢嗰個劇情嗰個波幅唔係好大嘅，但你細心留意咧，係每一個角色佢都有一個角色個成長轉進嗰條曲。同埋呢個你睇即係睇翻佢咁樣照顧咧，即係照顧對應到咧，咁其實係。亦都係個層次係高過即係九言語上將，因為九言語上將短，你照顧係容易啲。咁你長咁啊長，咁你最後，但係佢哋最後去咗韓國嗰、那個點樣理解咧？就因為我講先咧，好，就係因為本身原本文本咧係成個故事咧架車都喺東京嗰兜圈嘅，一路係冇出口嘅。即係一路係冇 resolution 嘅呢件事，即係究竟我老婆係因咩事要同人哋搞埋啊？是因为我不得人家很好啊，他生理有这样的需要啊，劇情有这样的需要啊，他一直没有说，所以架车是一直没有离开东京的。但是他作为一个长篇的故事，他就是这个奔口龙界的一个佛心。那个佛心就是 他给一个出口，大家原来就是件事 是可以事过情迁的。即是我很钟爱依恋那架车，我最后都可以让给Misaki。咁樣樣即係可以過咗嗰件事啊！即係所以佢個啊架車係讓咗俾佢，我以為係做咗佢司機啊。好似唔係讓咗佢，我嘅送咗俾佢。我嘅解讀係佢去到韓國之後買咗一架新嘅沙，然後嗰架車係同乜係同西島秀俊嗰架一模一樣嘅。係啦，呢個就係好遠嘅地方，好勁啊！呢個都好勁。我覺得係取態啦，觀念嘅問題啦。唔係呢個好勁，佢就係因為佢去咗第二個地方啊，所以你成嗰架 shop 就已經完全唔同咗嘅意思。咁係同一架，係佢嗰架俾，係佢嗰架俾咗你，定係你買咗架新嘅？但係嗰一架係佢嗰個同車同即係同色同款咧。佢個我即係睇嘅時候就個車牌唔同咗嘅，即係由日本車變咗做韓國車啦。正路計咧就。应该新嘅正路计就好少会拎架 shop 成架搬咗去韩国，系可以嘅，咁系可以的，系可以嘅，搭货轮去系可以嘅。但系嗰个成本同埋你虎山系系啦，好好可以嘅，又好似未必要咁样做，但系佢又入确实可以系咁样做。但系韩国多唔多 shop？ 我谂应该唔多，唔多啊。我谂亚洲地区都唔多，系啊。佢冇代理，即係買一架歐洲車，仲要唔係有㗎？你 BMW 或者係咩？或者係嗰啲好冇接觸。三其中一個冇人揸，或者喺亞洲地區唔難嘅原因，就因為佢本身冇嗰個車廠代理咧，所以佢換嘅零件好貴，即係全部都係水貨。係啦，你全部都係要即係你，所以佢要加得好勁，就係你壞咗啲嘢咧。未必真係可以揾到一個匹配呢個。佢係中意要揾一間好相熟嘅東西啊！我知道啊，邊個係有架SAP㗎啦。我如果有啲咩 pass， 我留俾佢啦。咁樣先有得整啊！即係文本上面同埋電影裏面都有一個咁樣樣嘅喺個車廠度，架車幫我整翻啊咁樣樣嘅角色。OK， 咁所以嗰架車咧就係、是、即係佢就利用咗嚿嘢，就係佢係好少見嘅，而佢唔知點解係有個第二個地方，所以就有個神秘性啦。所以佢做啲好日常嘢，屌老母有隻狗嘅咁樣，即係都好似好神秘咁。係啊，係啊，你就會諗緊，我就係諗到佢去整容。係咁，嗰個就有嘅，因為除咗個口罩。
結局嘅時候就除咗個口罩，然後就佢嗰個疤就淡咗啦，佢又真係唔係真係冇曬啫，淡咗就好似真係去咗韓國有一個新嘅生活，然後就除咗個瘌。咁亦都有一種隱喻啊，家福係咪一種轉進咧？咁樣係咯，即係家福佢又咁神秘，又係一個問題。係，即係個結局竟然唔係一個個敘事者喺個男嗰、那個男主角嗰度，而係喺一個比較supporting role 嗰度，係啊係啊，即係呢個又係其實好怪嘅，跟然後你有冇人屌佢喎？即係佢咁樣完咗，有冇人屌咁樣？呢、這個結局好正，我睇因為 Drive My Car 我睇咗兩次，兩次睇個結局，我個感覺即係睇嘅嘢都好唔一樣。我第一次睇，我第一次睇係真係諗緊啊，佢會唔會係同家福有一個好？即係同周迅有一個好特別嘅關係。我都以為係，我以為佢係啊 ，sorry， 我係以為啊西多壽俊去咗韓國，跟住佢做佢司機幫佢買新嘅嘢。係啦係啦，會唔會係同居一齊生活，定係有繼續係代駕司機？會唔會呢個關係咧？但第二睇嘅時候，或者諗唔係喎，佢可能係因為呢件事之後，佢去咗韓國展開咗一個新嘅生活，但係佢忘記佢冇忘記過，係啦。呢件事亦都係同 Uncle Vanilla 係有關的。嗯 ，Uncle Vanilla 嘅原版咧係一個好 defined 嘅結局嘅，就係、是、Uncle Vanilla 開槍殺死咗嗰一個人咁樣樣，有一個 sort of 決定嘅 ending。但係去到新版，嗯、即係喺電影裏面 adopt 嗰個版本咧，係、嗯、一個相當 open end 嘅結局嘅。嗯，咁佢有講過話其實冇殺噶嘛？係啊，佢其中有一幕殺唔到係。我射击都射你唔到，射两枪，嘭无啦啦又去咗左边，其实嘭无啦啦去咗右边。有改编佢轻轻暗示过嘅就系、是，如果你咁样如果你咁样演嘅话咧，就真系杀咗佢噶啦咁样。所以其实喺戏中戏入面咧，其实佢亦都系改编咗 Chekhov 系范尼亚扣扣嗰个最后结局嘅。系啊，呢、這个所以呢一种嗰个对称性系非常之值得攞一个奖。冇啊！真係太勁啦！即係其實冇可能攞唔到獎，真係冇可能攞唔到。你咁吹奏到咁勁，會唔會有大嘅反彈？有咩反彈？我哋反彈，我哋吹奏得勁，跟住即係威尼斯雙年獎覺得我哋吹奏得太勁，咁就唔俾佢啦，係嘛？即係跟住即係你發覺香港有一個異常嘅反應，係啦，香港有一個好濃烈嘅，唔係太過分啦。有幾個人就係包括係鄧小華啦、紅眼同埋呢個黃金圖，一馬甲糖的路、屈寒露，佢三個人為咗奔口龍界做咗太多。太多傷天害理嘅事，不口龍界唔可以攞，不斷咁灌輸一啲完全冇嘅概念俾大家。係啦，即係唔係即佢咁樣係佢哋做嘅嘢太唔公平啦！我哋再俾獎不口龍界係唔應該，即係覺得係世界，我哋會影響咗個世界嘅。係啊，即係如果有花甲糖同埋有鄧小華同埋有紅眼嘅加持，就已經足夠啦。是好過銀紅獎的了已經不好啊黐緊線我哋俾人你講到咁大了嘛大佬真係唉嗱而家紅眼今天又倒瀉酒啦一頭咧即係讓唔讓先我覺得我哋雖然是即係就係簡單嚟講呢個OK 喎、啊、呢、這個影響撳落去係啊你講有啲同意江田嗰段有啲耐人尋味女觀眾流即係所以其實有個女觀眾睇到但係唔係特別多 OK 即係得一個人咁講啫咁我呢邊都有個唔明嘅男觀眾嘅。O K， 扮唔明啫，你睇佢眼神，佢嗰个滚。我觉得我真系唔明，我真系唔明。你就系唔明男人，所以你睇唔出佢个眼神啊！佢个眼神就江田将生嗰个眼神，嗰、那个人系我杀。你唔好成日。嗰个人系我杀。你唔好成日啫，人哋系仆街放弃咁话冇意思噶。佢嗰个眼神就已经话咗俾你知，我知啊，白痴，我知啊，白痴，我知啊，白痴，讲咗三次，望咗你三眼。黐眼线，我就将成个世界咁样戏剧化，唔得啊！你啲咁嘅低级嘅流行小说桥段。即係好平淡咁樣，係咩？分別都係愛嘅啫。認唔到啊？得認唔到呢、這個？可唔可以轉一轉話？佢你所有聽到啲愛啊、中意啊、對你好啊、讚賞，你都反應唔到嘅。你嘅人生即係好多弱點咯。可唔可以食下呢個小米果？定係都係食下嘅啫。都係一個龜啦。OK， 睇下有冇嘢俾佢食咯。都係一個龜。係啊。龜。你好啊，咁樣咁我哋而家差唔多啦。即係本人已經冇力啦，眼瞓啦，開始即視線模糊啦嚇。